大家好，我是小易。好多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，希望我能出一期印字幕的提取教程。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两款超级好用的印字幕提取工具。通过提取工具，可以把视频中的字幕提取出来，并且翻译成任何我们希望看到的语言。对于一些年代久远没有字幕文件，或者找不到外挂字幕的外语视频，可以说非常实用。首先，我们来介绍第一款 VS1，这是一款功能非常强大的开源软件，完全免费，不需要安装就可以直接使用。打开 VS1 在 GitHub 上的官网，也就是这个地址，往下拉，找到 Releases，点击拉 Test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分别使用 CPU 和 GPU 运行的版本。如果你的显卡是 N 卡，推荐使用这个 GPU 运行的版本，运行速度会快很多。点击下载，这就在下载了。下载完成后，解压这个压缩包，将这个文件夹剪切到一个没有中文且不带有空格的目录下，否则可能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错误。我这里把它剪切到 D 盘，点击进入文件夹，找到里面的 vs1.exe 文件，双击运行，会弹出一个命令框。初次使用，它会先适应一下本地环境，等待片刻即可开启字幕提取界面。OK，这个就是字幕提取界面啦。接下来，我们开始提取视频字幕。点击打开，选择要提取字幕的视频，如果有多个，可以全部选上。VS1 支持批量提取。我们一定要注意，这个视频路径和名称不能带有中文或空格，比如像这种，地址和名称包含了中文，或者这种，视频名里面含有空格，这些都是不行的。选择好视频并确认无误后，点击设置，这个是系统界面语言，直接默认中文就好。把视频字幕的语言设置成你提取的字幕对应的语种，它支持包括中、英、日、韩等87种语言。我这个视频是双语字幕，如果我想提取中文，那么我就滑动视频下方的这四个滑杆，把这个绿框移动到刚好框选上中文字幕的区域。如果这个字幕太短，可以拖动下方的进度条，找一个长字幕区域，然后调整绿色框。调整好后，点击设置，把字幕语言设置成中文。如果要提取英文字幕也是一样的，把这个绿色框框框住英文字幕区域，然后把视频语言切换成英文即可。识别模式可以选择快速或精准，一般我们选择快速模式就足够了，速度比较快。如果发现识别出来的错别字比较多，再尝试精准模式，不过速度会慢很多。设置好后，点击 OK，然后再点击运行，这就在运行啦。这个是提取的进度。OK，提取成功。提取出来的字幕文件会自动保存到和你的视频同一个文件夹内。这个就是识别后的字幕内容。右键，选择用记事本打开，就能看到识别后的字幕内容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简单？VS1 主要支持 Windows 和 Mac 操作系统。如果你使用的是 Windows 或者 Linux 系统，可以使用下面这款。Video OCR 也是完全免费的开源软件，用法和 VS1 类似，但是 Video OCR 使用的是更先进的 Paddle OCR 引擎。在 GitHub 打开 Video OCR 的主页，同样点击拉 Test。这三个是 Linux 和 Windows 的 CPU 版，下面这三个是 GPU 版本。这个是 Linux 操作系统的，这两个是和 Windows 操作系统。如果你只是偶尔使用，可以选择免安装版，解压即用。
如果你是提取字幕的重度使用者，建议选择这个安装版，它非常好卸载，不会留下过多文件。如果你使用的是 N 卡，建议下载 GPU 版本，识别速度会比 CPU 版本快很多。点击下载。下载成功后，直接双击进行安装。接受协议，点击下一步，选择安装路径，下一步，下一步，安装，这就开始安装了。OK， 安装成功，点击完成。这个就是 Video OCR 的操作界面，使用起来非常简单。为了好区分，我先把 VS1 提取的字幕文件改个名字。OK， 回到 Video OCR 界面。选择视频文件，这个是字幕输出的位置，设置字幕语言，和 VS1 一样，如果你要提取中文字幕，则选择 Chinese and English， 然后找到一处字幕数较多的行，用鼠标把中文字幕区域框住即可。同样的，如果你只想提取英文字幕，把识别语言依然设置成Chinese and English， 或者选择英文，然后直接用鼠标框选住英文字幕区域就可以啦。大家应该已经看出来啦， Video OCR 是明确支持双语识别的。选择 Chinese and English， 然后把中英字幕都框选起来，接着点击运行即可。OK， 这就识别完成了。打开视频所在文件夹，用记事本打开这个字幕文件。这些就是识别后的内容。播放视频对比看看效果。这个是提取的字幕，这个是视频自带的原始字幕。识别的还是非常准确的。提取出原始字幕后，很多小伙伴可能还想把它翻译成其他语言，比如说中文，这时候就要请出我们的翻译神器沉浸式翻译了。打开沉浸式翻译的文档翻译功能，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取出来的纯英文版字幕，直接拖进来，选择一个喜欢的翻译模型，设置你想要翻译的目标语言，比如简体中文。这里就是翻译后的字幕内容，点击导出译文。噔噔噔噔，一个全新的翻译好的字幕文件就诞生啦。如果你对沉浸式翻译这款插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观看这期视频安装一个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关注我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